市中心的光化门广场举办盛大的复活节游行，总共数千人走上街头，还有舞者穿上韩服载歌载舞，热闹非凡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去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李玉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